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球拍的性能。现在刚才比赛又开始了，还是先介绍比赛。现在是瓦尔德内尔以1-0领先，瓦尔德内尔发球，太阳娃在接这个球的时候球要出界，现在2-0。现在是瑞典队瓦尔德内尔发球，瓦尔德内尔发球以后正好在七八球，球没有过网，现在2-1。现在我们向大家介绍，这是男子团体赛第5盘的第2局，前4盘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以3-1领先。蔡振华扣球打中了，3-2。现在是蔡振华发球3-2，蔡振华现在发旋转球，瓦尔德内尔正手在接拉空间球，反手在打对方的脚上，蔡振华挥球球出界，3-0。瓦尔德内尔是瑞典的一个著名的选手，这个队员他技术动作很娴熟，在关键的时候拼劲也很足。蔡振华刚才攻球球没有过，现在是3-4，蔡振华落后一分，这是第2局的比赛。先蔡振华发球，蔡振华发球得分4-0。瓦尔德内尔反拍在拨的时候球出界，蔡振华领先一分5-4。现在蔡振华发球，瓦尔德内尔接发球，球没有过网，6-4。现在翻发球4-6，现在需要瑞典队瓦尔德内尔发球，这是第2局的比赛。现在是5-7，现在瓦尔德内尔发球，瓦尔德内尔发球，蔡振华接发球球出界，现在6-7，现在还是由瓦尔德内尔发球，这是瑞典队瓦尔德内尔，瓦尔德内尔现在发一个曲线球，蔡振华接球球没有过，7-0。这是第5盘的第2局，前4盘中国队是领先，瓦尔德内尔现在发球。瓦尔德内尔正手抢攻，那板球打中了，8-7。蔡振华再发球抢攻，瓦尔德内尔在接球时球没有过网，现在是8-0。蔡振华回球球出界，8-9。现在蔡振华发球，蔡振华落后一分。瓦尔德内尔送给对方一个短球，接着正手再打中路球打中了，8-10，瓦尔德内尔领先2分。8-10，蔡振华发球得分8-11，九比十，刚才是蔡振华以8-10落后，现在9-10。蔡振华发球得分10-0。现在换发球，现在瑞典队瓦尔德内尔发球，瓦尔德内尔把球发在中路，蔡振华接发球准备强拉一板球没有过，现在是11-10，瓦尔德内尔领先一分，这是第2局的比赛，第1局是蔡振华获得胜利，30-28。双方又打成11-1，4-7-11。瓦尔德内尔发球，蔡振华接发球在强拉空间球打对方的斜线，瓦尔德内尔回球球出界，现在是11-12。现在蔡振华领先一分，蔡振华在落后的情况下把比分又追了上来，蔡振华接发球球没有过，12-0。这时候我们看到本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男子团体的这个冠军的奖杯斯威斯林杯放在球台的外面，
这个奖杯的外边呢是用鲜花在围送的。现在是马尔德内尔又得了一分，13-12。现在换换球，现在太阳娃娃就12-13。马尔德内尔在提拉弧线球，太阳娃重力的靠了一板，球没有过。12-14，太阳娃现在落后2分。继续第二局的比赛，现在太阳娃发球，马尔德内尔接发球在抢攻，球出界，13-14。接发球没有过，马尔德内尔接发球没有过，14-0。马尔德内尔因为连着输了几个球，把这球拍放在球台上，自己也去擦汗。队员们都是用这种办法来想一下，稍微冷静一下，把对方的节奏稍微缓慢一点，不能够乘胜追击，然后自己呢再连续的丢分，这样稍微缓冲一下。现在14-0。现在是三王发球，三王发球以后，现在马尔德内尔把球送到对方的正手，太阳王啪的一下一个斜线球打中了，自己高兴了。现在是14-15。蔡振华发球15-14，15-14，这是第二局的比赛。现在蔡振华发球，马尔德内尔接发球，抢拉弧线球，球没有过，14-16。现在换发球，14-16。现在是蔡振华领先2分，蔡华拖了一板，马尔德内尔拉一板弧线球以后，现在准备打顶对方的中路，球出界，14-17。蔡振华拉一板弧线以后的重力扣杀，马尔德内尔接球，球没有接起来，14-18。马尔德内尔扣球，球打中了，15-18。现在是16-18，马尔德内尔发球，马尔德内尔在回球时球没有过，现在是16-19，现在换发球19-16，现在是蔡振华发球，蔡振华使劲的抖动着自己的双手，现在蔡振华发球，蔡振华发斜线，马尔德内尔这球没有接过来，现在20-16，20-16，蔡振华又转动了球拍，蔡振华把球发起来，蔡振华就在正手在攻对方斜线，21-16，蔡振华胜了马尔德内尔。蔡振华以30-28、21-16胜了瑞典队的马尔德内尔，在前5盘的比赛里面，中国男子乒乓球队以4-1领先。